哦哦，这什么东西？你又用了什么？捣乱火！快打打，他快死了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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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你真的好猛啊！哇！哇，直接把巧克力装喷光哎、欸，我赢了！哇！呜！其实是没有喷光，就是乱掉而已，污染毒物。下去了，这隔壁绿的是不是？哎呀，挖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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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挖我方领地就可以了。哎呦，靠近中毒哦，靠近中毒。放领地就好了。挖我方领地有没有五个？因为八族凶兽了啦。等一下啦，让我回去啊。一只凶兽跑到他们对面去了。红队是他们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。有一个在我们家、哦。凶兽会乱跑哎、欸！啊！算了，不要理凶兽了。这只是在我们家楼下，想要靠近我们神兽。纸片啊！片。能不能追到？他跑走了。跑到水里了，他有燃烧剑呢。我的是燃烧剑，我的是燃烧剑。我的钻戒才刚弄好，要搬地。巧克力哦，巧克力哦。上来，上来。还跑跑掉了，哦！反正你的装备哦，我们的身兽。那毒物怎么还没排出啊？下去去。是了。路可以进去。小黑来了。好。你后面有小雨，知道。哎、欸，恢复不会自然回血的意思吗？对，不会自然回血。我就进去。快逃哦！我去修个装备，装备快坏掉了。没戏呀、啊，没戏呀、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真正没死。头盔，头盔，头盔。嗯，死亡最多。你把鸡带到二楼去吧，一直留在那边我们也不好用啊。没办法，我现在没那个 CD， 还在 CD 中。在 CD 啊、哦？对啊。那栓子还没回来。哎、欸，两个人在打我们鸡啊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在召唤，刚才是想召唤小鸡。哎呦！有皮中了吗？啊，没死到，可恶！哎呀，我的武器，啊，剑喷掉了，可恶！怎么吃了个奇怪的东西？麦子好，麦子好！对对对！啊！哎、欸，真的每次都要记得提，要记得穿衣服哎、欸！真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死了。哎、欸啊，我被包了，我被包了，可恶！来来，吸上一个蓝烧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手机手机，记录记录。再加减穿，加减穿。下面吗？又！打他打他打他！打他他应该会烧死啊！他死了。OK OK。他只掉了一件胸甲而已。哎呦！我要被射死了！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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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盾牌，我也没盾牌，要不要先上网买一下？上网买一下？说上网买一下。他们撤回去了，他们撤回去了。
鸡又爬下去了。鸡不知道，很好奇问问。那鸡很自由啊！赶快上去，赶快上去！有点，哎，放心放心，我捡到一个锋利燃烧二的给你，给你。去。会不会是陨月的、啊？不知道、欸、我这也是只有锋利掠夺、哦。应该那把燃烧是我的吧？等一下，我先修一下装，装备差不多了，快坏了。哎，又要转职哦！这真的是很不好哦。这个不用传送，不要传送啦！好不容易弄好，又被传回来。而且，为什么思明卡这么久？正常对不对？他你选完这点都不会让你走，我还要选呢、啊。对，一定要选，一定要选。强制转职啊，这个。对啊，你可以选跟这一样的。等一下，我的鞋子，这里。OK， 修一下。胸甲，耐久一，修一下。OK， 好。神器有人要去拿吗？天降神器，选定主人。来中介啊。中介的话没有保护哦。中间有人去捡了、欸，没有，那个不是时间到才会有。你繁星风三燃烧二级退耐久，你要不要？好啊，来给你，对，在你后面。好，这样。你叫好多小恶魔、哦。对呀、啊，烦死了这些恶魔。现在在自己家里面是无敌的啦、欸！听到恶魔叫了，燃烧，很少吃了。繁星剑没剪，僵尸任务完成。什么东西啊？杀人啊！你的剑没剪。可是我杀人了、欸。诶、欸、啊算了算了，原本的原本的。燃烧锋利 ,OK, 好，这里也有燃烧了。好。那他们的小鸡在哪里啊？零速素描。中间。在屋顶啊。魔鸡啊。这能干嘛？零速素描能干嘛？现在枪管一堆啊。扣他们钱！干，他们快死了！等一下！他们小鸡在四楼吗？对啊，他们全部人都在四楼。哎、欸，离开地面！那不要跳就可以了。好。这个灵术又会多走多久？我干嘛？第四阶大副相架，我在，我快，我其实每一阶不用每次都拉回来了。我可以把灵术那个神咒拉到四楼吗？可以啊，那我拉过来喽。喂，哎，他过来，他过来了。OK， 好，保护他一下。吃个苹果。哎、欸，中毒要到什么时候啊？离开地面就会中毒。我知道要到什么时候。你是一直在跳是不是？我怎么一下就结束了？这个活动时间要多久？刚好六十秒啊。六十秒，刚好六十秒。OK， 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我鸡怎么会跑下去啊？我不是把你抓好了吗？我们的灵兽要跑下去了。他会乱走啊，他自己会乱走啊。灵兽，就那个整鸡，他们叫整兽。小时候把我一好怎么要动的？哇，他们鸡在这么高位置哦。对啊。哇，知道怎么弄啊？你要限定，就是以后鸡也会随机跑个位置。不会。不会哦。
啊，我觉得这个不错啊。啊，保护好就不会移动啊。可是你看，他们就这样保护好好的，啊，我们进攻不了啊。去第一页买那个蘑菇啊。蘑菇能干嘛？还他们扣分。对方血量，直接扣。是要放领地还是敌附近？放到敌方领地啊。敌方领地。挖地下一层，然后放。啊？哦，我先回领地买。我买了五个放在那个领地专用箱二楼那边。然后有人从旁边吗？哦，不是，那是我。不要买超过十个，担心买太多了。说蘑菇是怎样？跑到对方家里就可以扣对方血量，然后放到地板上。放置敌方领地即可扣除，但被拆除诅咒会消失。哎、欸，我被围哦。围哪个？啊，蹲下。我蹲啦、啊，怎么没事？哦，有哎、欸，有抚慰，有抚慰。飞啊！飞啊！哎呦，落水了。是蹲下不是吗？蹲下就会飞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家四兽。我不在家，我不在家。我不在家，我不在家。在雪里蹲飘不起来啊！努力过去。三少，你在哪里？他们是走下去了。哦，纸片，纸片在飞，纸片在飞。呜呼！纸片怎么飞那么高？我怎么都不起来？哦、是。装备还在，啊，头盔不见了，还有，嗯，啊，这边死，这边死，圣兽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我们圣兽，啊，我们圣兽人在哪？谁啊？小雨，把这个圣兽关一起，我快死了，快点，我要牵只巧克力，我们打了一分多钟啊，我们圣兽在哪里？小雨还在，我们在那个一楼外墙那边，怎么在这么奇怪的地方？对。巧克力中毒，巧克力中毒。这什么东西？神兽爆弹。巧克力中毒哦。Hello? 我们家里。他还在我们家吧？在吗？啊，他躲起来是不是？他们神兽在哪里？他们神兽在家后院。我们的。我们的我不知道。Hello。然后蹲下可以看到。对哈。这个蹲下也看不到，会直接飘起来。对啊。哦，对啊。在头上哎、欸。头上。其实在上面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漂浮上结束了，哦，没效果了，走喽。哎，在楼下啦。他们是弟弟、欸，在楼 下看到了啦。巧克力。他们是，喂，离开地面中毒哦。他们神兽在他们的那个顶楼那边。啊，中毒了。留一下。哎、欸，你守家里，你不要跟过来。好，我们的神兽在哪边啊？
他说圣兽正在受到诅咒欸。有人用夹下面发光。巧克力要挖下去了，等一下我追啊！等一下，你是不是白痴？家里神兽啊，在楼下啦。还有七秒。我在跟他们。我在客运桥那个地方有一个往下的凹洞，巧克力在那里面。北校站班车上面也算不在坑。啊、哦，我好难跟你讲话哦。完了，我们神兽快死了。完了啦。在哪里啊？楼下啦，地底啊，最下面啦，可以吗？靠近我们前面桥那边，哎呦。结束了。